魔力卡通魅力童真萌萌哒，探索城市文化与品味经典精品。在广州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，我展开了一场充实而愉快的三日游。早晨，我首先前往广州此时圣心大教堂，感受起宏伟的建筑和宁静的氛围，为我的旅程拉开了序幕。接着，我漫步至永济坊，这里充满了老广州的韵味。我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中，仿佛穿越了时空。我前往粤剧艺术博物馆，深入了解了粤剧的魅力和广州的文化底蕴。博物馆内的展品丰富多样，让我对粤剧有更深刻的认识。最后，我登上了广州塔，俯瞰了整个城市的美景。从塔顶望去，广州的繁华与美丽锦绣眼底，为我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。在饮食方面，我选择了顺记冰室宝华路店，品尝了这里的经典冰品。冰品口感细腻，甜而不腻，为我提供了清凉与惬意，也为我的一日游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这次广州三日游让我充分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与独特风味。无论是历史底蕴深厚的景点，还是经典的美食，都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。下次见，再见。